炒碗蒸而已。你看起来就像炒碗蒸，坐好就好了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在炒碗蒸，没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点的炒碗蒸什么问题啊？你点炒碗蒸是你的问题。你是看我干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了？刚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点炒碗蒸而已。你看起来就像炒碗蒸，坐好就好了。讲清楚。坐好就好了。怎么了吗？我刚刚点炒碗蒸的。你点餐完那是你的事，你看着我干嘛？都帮他们报警哦。好 ，OK OK， 帮我报警。那两个他妈长得像炒碗蒸，你就看着我干嘛？下来处理，上我们快点下来，下来，不要耽误人家做生意，下来啊！拜托你下来。怎么了？下来啊！你点完餐了，你就过来。你点完餐，然后他就真的下去了。201号寿司店有人打架，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处置。前案依妨碍秩序、伤害等罪嫌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